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那我们会拜他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做什么事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的话，我们这就是坚韧的敬拜，包含我们的灵魂体，就要要求我们对神。Rest assured, I'll bring you down. I'll make you wish.